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天气终于又转好了，然后今天呢往家有点事儿，上那个牡丹江那边去，大概可能三四天大家见不着他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大姑这边今天想来看看我奶，我正好也去给她接回来。还有一个事情，是我今天过生日，有朋友给寄了一块大蛋糕，一起再给拉回来。先开车上后门去，把王家接上。咋了？也下去啊？大概几天回来啊？两天。两天。这边都在采木耳了，还得采一天呀、啊。没有别的东西了啊？嗯，没有了，走了啊。啊啊，拜拜。牡丹江着了，牡丹江。还谁来接你的了？嗯，正好王家也下来，顺道顺道。嗯，啊，走，买了一瓶陈道林。接下来来找那个蛋糕店，然后把蛋糕给取了，应该是这个大拇指的上海蛋糕大世界。看到这个大家伙，放车上去，回家开吃。看球球来了，来了，哎，没球，妈黑的。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干啥呀？你个滚那味儿了啊！等会儿来，走，没球儿，一看都出了门。来，看着吧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这鱼，我买了一条鱼。嗯，你怎么想起来了？哎妈，早又要来。是不是你走上地方了？解封了，今天牡丹江也解了。解了也一般地方也不让进，行哈，也不让。不用扫码了是吧？扫。扫吗？扫扫扫。这咋的了？这赔的咋的了？出血了？出血了？谁血？不就是这个毛病吗？但是一动就出血，没出，从治完病到现在也没出几回，出过两回了，出两回。以前那不都是趴屋就出头也长了，没有长脚吗？这两天解封了就抽空了。这两天浴池也开了。浴池啊，那我听我上次你们说临口有的浴池都开了，就是咱们去南山那个阳光的也开了。他们说好像也限制人，限制多少个人。哎呀，大半年了，这不大半年了怎么的？到现在呗。小华让我去弄的，我不去，上他们家洗，我没去。这回开门去了，张雷今天还说了呢，等着怎么开门去了。别去，这怎么棉裤还穿着呢？我绒裤穿两个了。啥色儿了？你还穿着呢？我那我穿的凉凉，还是不热呗。我跟你说，你奶跟咱们就是两个季节的。那不咋的，我穿单裤我得穿的呀，这还绒的呢，你看。这老大爷，人家下边都穿裙子了。我这辈子不能穿裙子，年轻时候也没穿过裙子，是吗？这就岁数大，没什么好的。咱俩打个麻将。今天做排骨豆角，还有个鱼，还有一个这个虾。大姑准备给咱拌个小凉菜。小咸菜。嗯，中午的小咸菜。这是八个菜啊。八个菜。啊、嗯！我说只能做四个了。赖一双数八。鸭蛋、排骨肉，还有两个小拌菜，鱼、虾。别买饮料。水果拼盘，这是我大姑娘拼的啊。过生日给你拼的小盘。把鱼头冲到我奶。嗯。这啥意思啊？我也不能喝酒。不能喝酒。鱼头这有谁喝酒？不是，这就是礼节。来吧，这回就过，看过不过。葡萄，快点！水果，这家水果，你这个漂亮，这漂亮，漂亮哈！哎呀，小玫瑰花啊！嗯，哎呀，带劲！过来，赶紧的，来，不饿了。哎呀，好看呐，带劲不？这漂亮，这小玫瑰花，查查这叶。咱俩没发现有这么漂亮的呢，没要呗。张雷这生日老多人都记着，咋的？我看十年八年也过不上一回。嗯，这啥？哪有印五月的？有几个印五月？这先生写错了吧？人家是张先生，江先生还。看着像我写错了，先生。不是写错了，我要是特意那么写的呗。嗯，带着吧。哎，行，这个现在挺累的，要开了，开了。你后面？这是最大的了。那这最大码的了。
哎呀，叫起来就躺下。行，就这么躺下。叫他起来，说动就动动吧。好。你不饿了也别光一头吃。先跟你说啊，今天祝今天发大财，挣200万。那是发大财。做梦。然后做梦也得做呀。哎，媳妇娶回来就是正了，今年今年结婚，那做梦也得做，那做梦你再不做，先做梦娶起媳妇是喜还是喜？做梦娶媳妇先想好事儿啊，还是喜？那是必须的。是吗？对对对对，许愿啊，许愿，许愿啊，争取今年年底结婚，这是喜事。来来吧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真正花瓣啊？对呀，就是真花瓣，真花瓣，哦，鲜的。那还能吃？对，是吗？啊，这梅花泡蜂蜜老好了。来，这接着花叶摘完了，搁蜂蜜喂上。这已经吃完了，然后现在再整一块给那个王家他家小孩送去。好。嗯，行。好。走了。给浩玉拿一块蛋糕。哎呀，谢谢谢谢叔叔。来，谢谢叔叔。给你拿块蛋糕吃。谢谢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啊。还好吧？好不好看？好看呀，嗯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哎呀，真好吃吧，我走了啊，不等了不等了，给叔叔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